先聊一下套筒啊，先聊一下套筒，套筒的内孔深度到这里为止，在管子上面系好，做好系好。我们要套筒要到这里为止，再见。把套筒拿过来，拿过来是稍微拧进去一点，拧进去一点，拧进去一点，对，拧进去一点。拧到稍微有点感到吃力了，掰不动了，然后拿一个电动扳手，就是一个电动扳手，套上去。好，就拧到底了，拧到底了，黑线没有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掉个头，把这个套筒抬不起压住，因为套筒外径大，拐子外径小，所以说中间有个空隙在。空在呢，我们再找一个东西，找一个垫片或者圆抱之类，把这个东西呢垫进去，两个东西呢都压住，不能动。压住以后呢，然后我们这个芯子，哎，芯子对，芯子然后再拧进去几下，拧到手抬到吃力了，掰不动了，然后再用个电动扳手把它掰进去。几下工，这都没得把它做好了，就这样一根拐子把它做完了，是吧？一根拐子把它做完了，这里也是一次，这里也是一次，全部完成了。